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来到这里吃早餐。我不是很喜欢吃鸭肉的人，但是这一间的大树下鸭面的鸭肉我可以接受，而且我很喜欢吃。你们可以看看的鸭肉是蛮多的。它的焖鸭脚很入味，很好吃。它的卤蛋豆腐也是很好吃，它的豆腐带有这个炭烧的味道，我很喜欢。虽然店面里的顾客很多，但是老板老板娘很尽责，从不慌也不乱，而且还一一把热喷喷的美食送到顾客的桌面，让顾客享用。吃完了早餐，我又再次来到这个玩具批发商。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来这里了，最近手很痒，所以想来这里看看可以买些什么玩具回去。我最喜欢来这里的原因是因为这里有很多不同系列的积木。
你们可以看多到，很想每一个系列都买一个下来，看看有没有干爹可以买来送给我啊。想要买新车的朋友们也是可以来这里看哦，这里的选择蛮多的。已经好久没有来 Jeng Avenue Food Court 吃东西了，现在才发现原来这一档的糖水档有卖很多糕点，重点是很多糕点都是我的最爱哦。说不要买是假的啦，你们看我买了什么？你就买多啊。这就是我的下午茶。今天的 vlog 就到此结束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